这款 D-330 管道疏通机疏通管径是32到100毫米，疏通最大长度是23米。机器配备了自动进给装置，可驱动软轴的自动前进和后退。机器配备了4种刀头，用于疏通不同阻塞情况的管道。软轴拔出一节，选择要疏通管径的刀头，接在软轴上。接通电源，将漏电保护器的开关闭合，打开机器的正转，将自动进给装置的旋钮压紧软轴，踩下脚踏开关，把手柄由中间位置推到上边，软轴将自动疏通管道。管道疏通完成后，将手柄按到最下位置，踩下脚踏开关，软轴将自动退回桶内。